今天的凌晨一时许哦，在头城镇哦，头城大桥前面发生大货车自撞桥身桥墩的事故哦。那本分局获报之后，立即派遣民警前往处理。啊，经查哦，为张姓驾驶哦，营业大货车哦，由台二根线南向北的方向行驶哦，疑因一时的这个晃神哦，自撞桥墩。啊，所幸这个驾驶哦意识清楚啊，初步检视头部跟四肢上擦挫伤啊，送往这个信和医院就医中。那警方于现场立即对这个肇事驾驶哦实施酒精测试哦，酒测值为零啊，详细的肇事原因哦尚在厘清中。那车祸现场哦由处理员警哦进行交通疏导啊，并联络这个大型拖吊车啊跟头城公路段哦啊清除现场啊，现场于8:18哦恢复通行。那交通分局呼吁啊，开车时请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哦啊，如果精神不状况不佳的时候哦，请择安全的地方哦来停车做适当的休息啊，并注意车前的状况啊，勿超速行驶啊，勿酒驾，以为这个交通的安全。